哦，我发现那个空投区啊，看一下，是哎，是这里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啊？哦，这边边啊。等等等，好像还有人在旁边在。好，耶稣跟我来，快快快快，我们蹲下。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啊？等一下，好像好多人啊。快快快快，这怎么过去啊？快，我们小心点，我们从旁边这样慢慢走过去。应该没有看到我吧？我躲在这后面这道墙好了。他们好像在交易着什么东西，有六个人的样子。准备好，我先把他们干掉。哎，好，哦，太好了！发一发子弹之后把他干掉了，应该没有人了吧？哇，获得四把武器耶。不赖嘛。把他们爆头，避免变成丧尸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的阴思路这一集呢，我们的 Rick， 今天各地区的卖场啊，卫生纸都被搜刮一空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了防止尼根的部队偷袭这边呢，我们重新的改建了这个卖场的防御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介绍这个防御的位置，还有它的部署的部队，还有它的建设的部分啊。的基地呢，稍微做一些改装 ，OK。然后我现在呢，这边有飞机坠毁在这个地方，我看一下这里，这边的路不太能走了，都被封住了。哇，这边变得好沧桑啊，好久没有来这里了。OK， 前面是我们这个大卖场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油罐车 ，OK， 啊，这是，哇，这以前是我常来买衣服的地方啊，现在居然荒废了，但是这个电力呢，应该是可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啊。我现在在想怎么找到可以进去的路啊。这边有围篱啊，这样丧尸就进不来。看起来是要从这个桥这边过去了。我等一下，那是那个丧尸吗？小心别被他发现了。我先，我这样看，这样怎么过去啊？OK， 我们现在慢慢的前进，然后想办法把它干掉。或许不用干掉它也可以啦。因为它很注视着前面，我先跑回去看一下。啊，这里怎么走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前面好像一个算是哨塔类的东西吧。我们快速的把它打倒。喂，我从这里跳过去应该 OK 啦。喂。哇，水进来了！哎，老兄，就让我过一下。
让我过一下 ，OK。好，其他的伙伴过来了啊，你们先去休息啊，我先带大家介绍这个地区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那因为现在是晚上了，我先拿手电筒来照一下好了。好 ，Maggie， 你也去休息一下啊。OK， 我们这边有装甲车，然后这边的防御有比上一次好了。每一个哨塔都有两个人驻守。我们先看一下右边的贫民区住的地方好了。那他们是我们在路上遇到的，原本是来自神之国的居民啊。那等一下这位老兄在干嘛？他为什么在面壁啊？OK， 然后那这边比较荒废一点，所以不过他们还蛮习惯的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狗狗吗？哦，小茶在这里啊。对，然后后面是哈士奇哦。OK， 所以这边是算狗舍，跟狗狗住在一起啊。OK， 那我们再进去看一下这里面。哎，这台防空车哎。对空的，有个警卫在这里。OK， 然后这里一样有这个算是哨塔吧，小型的碉堡吗？也不算碉堡。这个哦，这个门会打开，太好了，这边就是可以进出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哇，这里真的很荒废啊。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什么声音？附近有丧尸哦！快快快，我们进去躲一下。晚上好，这里交给你啦，我给你们把守一下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卖场的入口啊。这入口呢，就是上一次我们有啊，对，这一区域是那个卫生纸啊，我们要保护这里的卫生纸不被尼根进攻被抢走，因为他们想要获得这边的卫生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然后这边是很多布料，这布料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衣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边还有卖衣服的地方。算是一个小型的生存者基地啊，然后这边是那个在发送这个饮料啊，饮料跟食物的区域啊，可能还可以看到后面有这个一箱一箱的饮料 ，OK， 然后还有这位老兄看起来有点凶神恶煞的感觉，他是要尸变吗？还是 OK， 不管他了。那我们这边一样有贩卖这个合法的叶子啊 ，OK， 这个叶子。他们当地呢是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，OK， 香烟类的吧。然后这是 7-Eleven 啊，现在在我们这个营区里面，它一样有贩卖水果啊，这是橘子嘛，对不对？橘子、香蕉、西瓜 ，OK。然后这位老兄呢在买这个一些算是物资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小型的香烟啊、眼镜啊、一些食物啊，哎，这我可以拿吗？我身上。食物没有多少，哎、欸、，Maggie， 你手上有食物吗？啊、算了，我先拿，可不可以拿一下？不行，不行拿，好吧，算了，拉 Maggie。那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去便利商店拿一下东西啊，如果有的话 ，OK。然后我这边是卖衣服的地方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两个人是刚才。从另外一个营区到这边来的，那我们这边有医护人员先帮他们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啊，干嘛的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睡的是这种算是比较露天的小房子啊。啊，有点客难，不过就先这样吧。人生就是如此的短暂嘛，所以睡一下这个应该没关系啊。看我们
一样会有人去收集一些东西，那是透过这个小推车，小推车上面会有绑一些袋子啊，是这样吧 ？OK， 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卫生纸箱啊，对，然后前后都有警卫在守护在这边啊。哦，这里有楼梯啊，这可以上去吗？我上去看一下啊。好，现在是晚上，视线不良。OK， 到处都是我们的，到处都有我们的保全，算是蛮安全的。这里是上一次我们有一集是坠机在这里啊。OK， 然后东西都还在。然后这是这位老兄他们在健身，奇怪，怎么不打灯一下？等一下，这位老兄在看什么东西啊？浮力挺身，地上还放这个，避免会遇到丧尸来袭，或者是尼根的部队。OK， 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健身。哎，这是通道吧？对不对？我先看一下这里好了。对啊，丧尸坠机的地方。OK， 我们先到这个桥的对面看一下好了。他的手电筒不能边跑边开啊！哦，总之呢，这个上面是这个雷达站 ，OK， 然后这里一样有卫兵在这里守，然后这里面是医护中心啊，然后一部分也是这个军人睡觉的地方。OK， 这个鹰架倒塌了，就原本是要盖一些大楼啊，或是盖一些东西的地方。那我们这边一样的风车、电力发电系统在这里。OK， 这里有发电机，还有对讲机啊。目前外面看起来是风平浪静啊，来袭的感觉，不过依旧感觉很凄凉的感觉。OK， 这位老兄非常努力，等一下看一下。你看这鹰架倒塌在这个地区啊，这有机会爬上去吗 ？OK， 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可以爬上去了。OK， 我们这边算是小型的作战指挥中心吧。那这边有一些这个地图上面的一些据点，还有 OK， 他们现在在开会。上面那个红点点是尼根部队的基地位置。那这几个长官呢，在讨论下一波的攻击该怎么执行呢、啊？那右边这个戴帽子的是负责这个小地方的管线配置啊，都是由他处理的。OK， 那这边是哇哦，蛮多食物的哦，所以我们现在食物的库存区都在这个区域啊。这位老兄呢，在做盘点呢，对。点一下，所以东西我可以偷拿吗？没有选项啊，他不让我偷拿，好吧，我只能靠自己的。哦，我快渴死了，你看那个快没了。OK， 好，那这边是算是弹药库吧，小型的弹药库，至少一些爆裂物啊、武器啊，够让我们撑一段时间啊。啊，医疗箱。OK， 我们再先带大家去看其他的地区。先喝一下，吃一下东西。好，没了，剩一点点了，应该可以再撑一段时间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还算是蛮完整的啦，该有的都有啊。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小型发电机跟我们这个小型雷达，不晓得这个电力可以撑到什么时候。我目前是还算蛮正常的。树长很多啊，感觉有点阴森的感觉。我
我们走回去原本来的地方，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介绍的。不太清楚为什么尼根要来搜刮这边的卫生纸啊？我想应该是全地区都闹这个纸荒吧，所以还是因为它要涨价、啊。OK， 这边是那个之前有爆炸，然后这边丧失的一些居民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会有一些花圈啊来哀悼他们。啊，等一下，耶稣在找我是吧？哎、欸，老兄，怎么了？你去旁边休息一下、啊，还没介绍完呢、啊。OK， 然后这边他怎么在那边？怪怪的，他常这样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OK， 这边国旗、气球、花圈。OK， 上次我们获得了一些资源，木材都在这里啊。可以看到这一箱一箱的全部都是卫生纸啊！呀，这是卡尔吧？卡尔在干嘛、啊？偷看什么东西啊？不让我知道，还躲那么隐秘的地方，偷跟美眉聊天啊？还点头？啊、哦，偷把妹不让你老爸知道？啊，来，那个耶稣跟我来吧。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去收集一些物资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快渴死了。OK， 那这边一样有警卫在这里。我外面有丧尸啊，应该是不会造成威胁吧？先让他这边站着好了。哦，这里有楼梯可以上去哦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这里有狙击枪哎。啊、哦，帅，先放到这里好了，目前不需要。我看一下这个算是塔台之类吗？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可以上来。OK， 他就是一个人可以站在上面而已哦，算是高塔了。对，小型高塔。然后这里可以上来嘛？对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上去。哦，我这台围起来了，那有直升机耶、欸。从这边上来看一下。OK， 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开直升机到处去飞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直升机先放这好了。然后这里有算是驾驶直升机的机长在这里啊。哦，刚才上来的地方啊，旁边就可以楼梯可以下来了嘛，这样其实还蛮方便的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现在，我觉得我现在要去拿东西了，不行了，现在快渴死了啊！真是的，为什么刚才不能拿？刚才可以拿就好办了，真是的。好吧，耶稣来，我们先下去好了。我先标一下地图，这个区域啊，这个好像比较近吧，先到这里。啊，这个 Rick 已经三天没有休息了，我先把丧尸打昏 ，OK， 然后越过这个小型的沙堆。这怎么走？车子好像快，车子故障啊，这办法修吗？糟糕啊，怎么回事啊 ？Rick 昏倒了。这个姿势也太囧了吧！